模式可以將佢真係令到財務嗰方面嘅獲得自由咧，喺呢個部分咧會深入去同大家去分析嘅。好啦，首先第一咧就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突破性嘅模式嚟噶。過去我哋做傳統生意咧，一般我哋稱為咧就係重資產嘅。你投資一間廠、一個產業、開間酒樓 whatever， 你係咪要話你投資好大嘅錢落去，跟住去計個回本期啦？燈油火蠟、鋪租、人工，好多嘢你要俾噶嘛。但是在近代呢，近呢八九年出現了一個叫輕創業的，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它是反過來的，你不需要在前期掉很大的投資，但是後面是有機會產生到極大的回報給你的，這個其實就是輕資產。而今天我們 3 呢也是一個輕資產最好最好的一個代表作。為什麼？因為它是24小時在網上運作的，所以今天這個呢是完全它不用放假、不用休息，一日24小時營業，勁過 7-11。 另外你不需要做庫存，大家可能看到哇有這麼好的產品啊，好啦，傳統你怎麼做？我想問一下傳統的，你看到有個哇這麼勁的產品，如果你是大生意的話，好就拿它的總代理下來啦，你拿個產品的總代理下來，我想問一下要多少錢啊？其實是不是也是一個很大的投資啊？有些人想著不好啦，我做小規模一點，就怎樣啊？就批發價就批回來咯，零售你就賣出去咯，都有風險的、哦、你是不是都是要囤貨啊？你眼光準，買得到你就賺錢咯，賣不出你虧本的咯、哦、而今天在這個平台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庫存、sorry 走光一點、哎你不需要做任何庫存，亦都沒有任何經常性的開銷，而最重要的呢，這個是什麼？是持續性的收入計劃來的，英文我們叫 residual income。 大家想不想呢做一段短的時間呢後面有排爽，你想不想？想，即是這個生意呢後面你才爽的，為什麼呢？轉頭你會明白的了。好，我們來看看第二，就是傳統生意你做一次你就賺一次錢啦。但是今天呢你做一次有六種的收入的，而我們整個的概念到底是怎麼做，我覺得大家最緊要搞清楚我們模式的概念而已。其實這個是很簡單，這個可能我們可以叫做一個是分享經濟。分享經濟大家應該即經常性你都有做的，甚至乎我肯定在場每一位你都經常做的這件事。大家有買淘寶的馬來西亞？香港我很喜歡的人真的淘東西，是吧？夜晚睡不著覺又真的淘，是吧？假設我今天真的淘了，我淘了這粒東西回來，哇好鬼正，好好用啊這個，跟著怎樣呢？然後呢我就會跟我的朋友說，喂我淘粒東西回來是很正啊。當你的朋友如果要買的時候，我想問一下你的朋友是不是，他不會叫你幫他買一粒的，他叫你做什麼？給條拎來啦，是吧？你給條拎我自己上去買啦， right？ 是不是這樣的？你今天如果吃過飯，是不是哪裡好吃的話，你是不是都會跟你的朋友分享啊？你看完場戲好看，你都會跟你的朋友分享啊。他看不看、吃不吃、他買不買，他的事跟你無關，你只是將好的東西分享給你的朋友而已嘛。今天 yes 亦都是一樣，你發現如果你今天了解完這個生意，你覺得喂正啊，這盤生意 Patrick 恭喜你，公司呢他會幫你做一個專屬你自己的個人網站，是你專有的了，然後你用過個產品了，你覺得喂正喎、啊、好喎、啊，你就同你個朋友分享，跟住你個朋友要買咁點啊？喂大佬，你唔好走去哇批發批一批翻嚟，然後零售賣俾我朋友賺錢咯、啊，咁咪 no， 呢個已經係過咗時啦。而家要做嘅就係你同你個朋友分享，佢要買走上去你專屬嘅官方網站，同邊個買？同 Three 買。所以存貨你不需要存了，全部貨囤在哪邊？在 Three 美國的總倉庫，誰囤的？不是你囤的，是公司囤的，跟你無關。然後你的朋友上網給錢買完，那怎樣啊？跟著 Three 就會將物流是從美國的總倉庫點對點直接送到去你朋友家門口，整個過程你只是做過什麼動作？你只是分享啫，話俾你個朋友聽嘅啫。做生意你後邊執頭執尾啊，嗰啲即係後邊嗰啲叫咩？即係嗰啲鬧鬧哨哨，後邊嗰啲嘢先至繁複啊嘛，係咪？而家全部後邊嗰壇嘢唔使你搞噶啦，有人幫你全部處理曬咯。呢、這個就係我哋成個嘅 business model， 成個我哋嘅商業模式咧，我哋就係咁樣做。好啦，第一種收入咧，我哋係咩？我哋叫做係產品代言嘅收入。
就是當你用了個產品你覺得好，個生意覺得好，你跟你個朋友分享啦，你個朋友就加盟的時候咧，佢可以選擇一個適合佢自己的套裝，由你賺取的獎金，第一個獎金就是由$25去到$350不等的。第二震撼的嚟啦嚇，呢、這個先震撼朋友，呢、這個是我哋叫做消費積分的收入。其實你都是日日你都遇到呢件事噶啦，係咩咧？大家坐飛機是不是累積飛行里數，儲夠換機票、換禮品，有啲換 cash 有冇？有係咪？你碌卡馬來西亞，你碌信用卡是不是儲積分？積分是不是又換禮品？有啲 cash 啊，咩禮券啊 ？Right？ 好啦，你發現咧，今日原來 three 都是一樣的，剛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六種產品，包括所有的套裝啦，你發現它背後咧，佢標籤咗一個積分喺度嘅。我哋今天同樣都是用積分嚟到去換產啊，唔換產品啊，用積分嚟到換咩咧？我哋換美金嘅，同坊間是一樣的，但係唯一一個不一樣的是乜嘢咧？今天不是再靠你自己買啦，出邊市場全部靠你自己買自己儲噶嘛？你碌卡是不是你自己碌你自己儲噶？係咪啊？你個朋友碌佢嗰張卡啲分會唔會儲咗落你嗰度噶？每個人銀行應該執咗粒噶啦，已經係咪？唔會噶，坐飛機就你個朋友嗰啲分咪佢儲嘅啫嘛，唔會儲落你嗰度噶嘛。但係今日你記得我哋做嘅咪同朋友分享呢個 message 係咪？分享呢個信息。當你個朋友如果去買任何嘅嘢，佢嗰個分數咧係儲落你嗰度噶。咁我想問一下啦，你認為你個人一個人儲會快啲啊，定係你一班嘅朋友消費儲會快啲咧？都唔使問阿貴啦，肯定係一班人啦，係咪？好啦，震撼嘅就嚟啦嚇！我同大家講呢度，嚟唔賣關子啦嚇，大家太沉默啦，真係太沉默啦。其實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定係唔係啊 ，Patrick？ 你講十五分鐘，我唔知你講咩，你可以講普通話嘛？聽得明哦。如果聽得明，可以俾少少少少反應。等我知道自己嚟咗馬來西亞，唔係我以為我去咗新加坡。新加坡 is good， yeah， 不但係好冷靜，我覺得新加坡人係嘛，好循規蹈矩係嘛，誒唔得㗎，呢度唔得㗎，唔可以咁㗎，係嘛，即係係嘛，哇！但係新加坡人好有質素係嘛，好多即係我聽邊個講，求其嚇你掉個石頭，掉個窗度咧，你隨時掉一個咧，中嗰個都係 MBA 畢業嘅。OK， 就太過冷靜啦，係嘛？所以大家俾個感覺，我嚟咗馬來西亞可以嗎？可以。OK， 好嚟啦嚇！我哋咧首先第一嘅就係、是、今日，如果你了解完啦，啊電話都有反應啊，大佬啊，好笑。OK 啊，第一啦，如果你今日嚟到咧，好啦，你加盟啦，你加盟咗，其實你個網店就開設咗噶啦，然後 Three 公司咧，佢會送你一個左右嘅營運區嘅，好啦。咁跟住點做呢？跟住你咪開始咪同你個朋友分享係咪啊？假設今日你就同嗰兩個朋友分享，一個 A 一個 B 啦，分享完啦，好啦，我哋點樣用分數去獎金呢？好簡單嘅啫，睇呢度，只要你個左區有300分，你嘅右區有600分，加埋有900分咧，你就會換取$35嘅美金。另外，如果你話調翻轉頭得唔得㗎？我個左區600，右區300都得㗎。而呢個係公司嘅電腦系統每秒鐘自動幫你做結算嘅，你唔需要請會計去計數，公司嘅電腦自動幫你計㗎啦。好啦，點做呢？好簡單，我舉個例嚇，譬如今日阿 A 咧，佢買嘢買咗900分，阿 B 買嘢咧，佢又有900分。咁你記得頭先問啲分咪儲落你嗰度嘅？咁佢點樣去計算呢？下一秒鐘公司幫你計㗎啦，佢就會首先咧幫你。900分減300減600，你就攞咗$35先啦。咁呢度900減咗300，仲有幾多分咧？嗱，有600係咪啊？呢度減完之後有300，公司發現，咦，600、300符合呢個條件嘅喎，佢又俾$35你啦。呢件事係喺下一秒鐘發生嘅啦。所以當你嘅左右營運區，只要佢產生到有300有600，你就攞$35。無論呢啲分數到底喺邊度嚟嘅，好啦。第二，阿 A、阿 B， 佢有冇機會同你一樣都去佢身同佢身邊個朋友分享？有冇噶？佢身邊都有好多人脈啦，係咪？最震撼嘅一件事就係佢哋無論今日同任何人分享，阿 B 延伸落嚟所有嘅人
冚唪唥嘅分數，全部每一分都係你嘅一分，咁就不得了啦。因為這個呢，它是無限的累積的。什麼叫無限的累積啊？我今天介紹了可能 Peter 介紹了 Ann， 是不是 Ann 的朋友我不認識的嘛，但他買的每一分都是我的一份，是不是 Peter 的朋友，他買任何分數都是我的分數，他是無限下去延伸。有沒有說什麼怎樣計算幾多層那些？ No， 電腦系統是這個部分沒有的，它總之就是兩堆東西，你明白嗎？看到有分它就給錢你，有分它就給錢你。好了，第二，除了無限累積之外，它是全球連線的。大家現在在馬來西亞，是不是？如果今天你譬如你日本有個朋友，你推薦了一個日本的朋友去加盟了，我告訴你，你的連鎖夢店開了是日本的，日本那裡消費任何的積分全部都會上回來給你的，是無國界的全球連線。這個只要你成為一個合格的品牌大使，保持60分的活躍，就是你用了個產品你覺得好了， OK good， 那怎樣跟住你是不是每個月 keep 住都會用的？60分大概幾錢呢？只是81元美金而已。那你就保持住你的戶口活躍，你的分數呢是無限期累積的。大家有沒有留意你的銀行的月結單啊？你知不知道你的分到期不換，它會取消了你的，掉咗你嘅，好耐冇坐飛機啦，係咪？可能你幾年冇坐飛機，你睇下你嗰個飛行里數，有啲佢已經掉咗你噶啦，係會取消噶。但係今日呢個咧係無限累積嘅，只要你保持活躍就得啦。好啦，大家都未知有幾勁係嘛？喺呢個部分無限嚇當中有一個上限，呢、這個上限咧就係每個星期佢無限俾你呢度下邊。它每個星期最多是給你500次，每次35元美金，你乘一乘它一個星期就17500元美金。如果四個星期大概一個月多少錢呢？那裡就70000元美金一個月咯。朋友，如果這樣70000元美金一個月，你覺得 OK 嗎？ OK。 那勉強你啊，好 OK。 大家做什麼大生意，吃開大茶飯的，是不是？嘿，香港仔，你的70000元美金算是什麼呢？是不是？喂，大佬啊，粗魯一點啊，對不起啊。即是你明白，70000元美金，馬子多少錢啊？對不起啊，馬子多少錢？30萬馬子。你 OK， it's good， OK， OK。 如果你做傳統生意在馬來西亞，你說一個月賺30萬馬子的有沒有？ Yes， of course， 絕對有， right？ 但是你不要忘記你的產業，你要投資多少錢下去，你一個月的純利才有30多萬馬子啊，朋友。你今天投資了什麼？我想問啊，你就是投資了下去買一套產品給自己，不是叫你批發回來賣出街的，大佬，是俾你自己投資落你健康啫嘛，對嗎？呢個係你第一樣投資嘅。第二樣投資咩咧？你要投資你嘅口水，你要求分享啊嘛 ，right？ 對唔對？你真係笑得開心啊！嚟幫我做一件事，而家馬上 ，OK， 即刻做。大家今日第一次嚟嘅朋友，咪你個朋友帶你嚟嘅係咪？馬上做啊！你即刻望一望你嘅朋友而家喺度做緊啲咩？望咧。你的朋友是翹埋手喺度，陰陰嘴喺度笑啊，係嘛？你知佢心諗咩啊？啱啦 ，Patrick， 你咁講就啱啦，努力啲，講好啲，加油！你今日口水都唔使投資啊？邊個幫你講噶 ？Patrick， 汗都流埋啊，大佬！这样，我们现在做生意就是这样，你还打个人能力啊？还靠自己啊 ？Superman 啊 ？No， 现在其实是抱团的年代，你明白吗？所以当你明白晒、了解晒我哋成盘生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吓，唔系嘛？咁样咁轻松就可以赚取呢个钱，当然收入冇任何保证。你必須要發展的，你明白我講咩啊？前面呢 你就努力做啦，係嘛？後面你先爽，你明白嗎？因為當你構建咗成個團隊，你要撳停佢都撳停，你知唔知啊？我過去喺舊嘅跨境電商嘅平台，喺社交電商嘅平台，我做咗10年。
你知唔知大家？我第一個月有六個朋友係香港，我個朋友同我一齊發展。好啦，發展咗十年時間，六個人變咗八萬人啊！你知最勁係啲乜嘢？八萬人裏面超過90%，我係唔認識，我見都未見過。我打入後台見到 Africa，What Africa 都有團隊，佢個個月有分數上嚟啦。嗰啲係咩人 ？I don't know， 買咩我唔知，我淨見到個分數上嚟啫。Africa 可能嗰啲係嗰啲土人嗰啲咧，黑色嘅揸住矛。嗰啲啊，可能佢買美白產品 ，I don't know， 我唔知啊。呢個係24小時賺取全球陌生人嘅錢嘅一個系統嚟噶，因為我哋識嘅人脈係咪有限啊？朋友，你識嘅人多定係你唔識嘅人多啊？唔識。Of course， 你一定係唔識嘅朋友多噶，但係你點樣可以連結到啲唔識嘅朋友呢？呢、這個就係而家社交平台帶嚟嘅威力。Facebook、抖音、受控書係咪？話咩書、密書係嘛？好多啲唔知咩書啊 ？OK， 好多嘅其實都係將全球 connect 連結埋一齊嘛。而我哋今日就將呢個社交嘅平台去連結咗啲乜嘢咧？將成個商業嘅模式、商業嘅產業咧，將佢連結埋一齊，成為咗 Street 呢個平台。大家都唔夠興奮，唔夠係咪 ？I know。我哋咧有個我大佬出場啦，我叫 Patrick Tang 啊，佢叫 Happy Tang。你識記得我嘅又係嘛？呢個 Happy Tang 咧勁啦，你努力少少啫。每個星期佢唔係俾你500次，俾你600次，一次就$45，乘埋佢一個星期就27,000，然後一個月咧就108,000。誒、哎，呢、這個我發夢都記得呢個數，你知唔知？如果一個月就係咁樣分享下分享下若干嘅時候，你可以賺108,000嘅 residual income 一個月。朋友有冇學好少少噶嘛？好。OK。有反應啦嚇，大家唔可以收工啦。OK， 好講笑啊！講到呢度咧，大家可能會睇到，咦，唔係喎 Patrick 啊，我睇到其實呢個都好似有啲，即係過去我啲朋友咧發展網絡營銷有冇啊？都有係嘛？馬來西亞都好多係嘛？即係佢哋可能會認知就係、是，誒唔係喎，網絡營銷喺我嘅認知到底係點樣咧？我嘅認知網絡營銷就係今日黑色呢個人使，假設係你啦，好啦，哇，你就可推薦人啦，開始係嘛，好多人啦。你發現呢啲藍色嘅人仔咧，佢做嘅嘢全部關一個人事嘅，關邊個事咧？關你事。佢哋互相係冇關係嘅。但係今日喺 Three 就點咧？呢、這個圖你咧生一世都記得，發夢都記得㗎啦，你嚇。你推薦咗兩位朋友啦，係嘛？好啦，你有冇機會有第三位朋友嘅？有。有第三位朋友嘅時候點咧？你冇三個營運區嘅 ，no。咁你點做啊？你有人嘅時候咧，你就一定要將佢點啊 ？put， 你係將佢向下放。接住落嚟，其他都係你仲有個 D 朋友要加盟咩 ？OK，no。你都係要將佢放曬落去你嘅左右營運區嗰度嘅。我舉個例子嚇，舉個例，點稱呼啊？呢位 ？Son 嚇 ，Son，welcome。OK， 呢位男士點稱呼啊 ？Y Y 嚇，今日我介紹咗阿 Son，OK，、okay? 我介紹咗阿 Y Y， 好嘛？好啦，然後咧，我有朋友要加盟喎嚇，我個朋友叫 Samson， 阿 Samson 咧佢要加盟啦，咁點咧 ？Samson 要加盟，我係咪介紹咗阿 Son， 介紹咗 Y Y 啦嘛？咁我今日如果阿 Samson 嚟嘅咧，我冇得選擇啦，係嘛？我就一定要將阿 Samson 咧，可能我就擺落去阿 Y Y 下邊 ，Y Y。你知唔知你呢一生呢一世，你都會愛到阿 Samson 不得了。Don't love me， I have wife already。講笑啊，講 just joking， OK， OK。所以點解咧？你等你睇下 ，Samson 係我朋友係咪 ？Y Y 佢唔認識噶嘛，對嘛？但係 Samson 呢一生呢一世做嘅嘢同 Y Y 有關嘅。佢做任何嘢同你 connect 咗啦，已經係 forever。所以今日大家看到这个先机就是什么？我为什么说你要多谢今日带你来的朋友？多谢了没有？给个掌声你的朋友。我们5月22号才在香港启动，6月13、14号刚刚的事才在香港启动了这个项目。你的朋友知道了马上就邀请你了，目的是做什么？俾你一個最好嘅位置，即係啲人講出世嗰陣時辰八字仲重要，係嘛？誒，好似講有啲唔係噶，即
something like that 嚇 ，OK， 即係喂出世都即係得頭好，唉越講越錯 ，no 冇講過啦。唉總之出生嘅時間就好重要啦 ，OK 大家明白就好啦你出世得越早嘅話就好，點解呢 o k 嚟我睇呢、這個，而家好啦，開始做生意啦嘛，有人係咪啊？下邊可能佢淨係買咗一個900分嘢啫，呢、這個900分會點呢其實佢就連到邊個邊個有份噶咯喎，呢、這個900分咧。連到阿 C， 阿 C 有900分 ，A 有900分，你咧都有900分。一單生意牽連上去，全部冚唪唥都會有分數。大家過去傳統嘅產業鏈嗰、那個產業鏈啊，係點嘅咧？你見到嗰啲藥店啊，出邊個產品，哇！呢度賣佢賣1000蚊嘅話，其實佢個生產成本係100多蚊嘅咋？你話唔係啊嘛？百幾蚊賣到成1000蚊，咪賺到佢少 ？Patrick，no， 傳統就係咁噶啦。生產商出嚟，跟住俾總代理，總代理要唔要賺錢啊 ？Yes， 佢要賺錢係咪？然後總代理俾分銷商又要賺咯喎，分銷商跟住打廣告啦，超市上架啦，揾明星做代言人啦，係咪全部都係錢嚟噶？傳統就係咁做噶啦。咩啊？今日喺 Three， 我哋大家嚟睇睇喺 Three 頭先我所講同大家分享嘅嗰個平台。今日如果你要買嘢，你個朋友要買嘢，其實係咪直接同美國我哋 Three 嘅總公司線上同佢訂購噶嘛？好啦，然後美國收到呢個 order 咧，直接由佢美國物流嘅總倉庫出貨寄到去俾你，或者俾你個朋友屋企門口嘅。中間有冇經過任何嘅人啊 ？No， 咁係咪留咗好大筆嘅利潤喺度啊 ？Yes， 大家冇反應，我要自問自答啦。佢好似精神分裂咁啊 ，Patrick 啊。OK， 所以就點啊？中間咪有好大嚿嘅利潤，佢咪保留咗喺度咯？點分啊？用個好公平嘅方法，一個好創新嘅方法，將呢個利潤邊個有份參與嘅話，就全部化為分數，大家人人有份，人人 happy。呢個就係我哋嘅事。OK， 好啦，另外咧，我哋仲有一個咧係團隊管理嘅收入嘅。OK。這個呢個就是剛才你賺完那個部分的錢是吧另外還有的就是如果 我們今天這個生意其實你幫助到別人成功呢你今天就會賺得更加多的錢其實你跟你的朋友分享完你的朋友是不是都是300、600一個、啊、我們叫 cycle 一個 cycle 呢他就賺錢了嘛原來你發現你推薦回來的朋友呢所有他們 cycle 啊35元的收入呢你是額外多賺 20% 的即係今日，如果你介紹咗阿 Patrick， 有冇人想介紹我有我。對唔住，我都想介紹我自己。OK， 即係假設如果今日你介紹咗我嘅話，哇！我好努力做啦，係嘛？我一個月$70,000啦，恭喜你啦！你就$70,000，20% 幾多咧？額外$14,000就係你噶啦，係額外俾你嘅。如果你努力啲，你揾我努力啲做咩啊？找我大佬 Happy Tang 又來了跟住呢你就會增加到 30% 即如果你今天介紹我很努力哇你 30% 那裡就$21,000一個月還要是個個禮拜不停的給你的所以在這個部分是沒有上限的你說我要賺多一點就怎樣呢你可以跟多一點的朋友去分享咯沒有上限這個部分好了不單止原來只是你的朋友賺錢是延伸下去在7層次裏面他們所有賺取到的$35你都會得到分別這些的額外的百分比的這個的收入是非常之龐大剛才大家看到的影片、Kim 就是這個平台的一個我們很偉大的一個企業家為了這個使命過去14年 Kim 在他舊的之前的一個社交電商的平台Kim 的收入有 90% 都是來自這個部分的 90% OK 大家所以可想而知今天這個部分是幾大幾重要好了另外我們還有兩個分紅的一個就是我們將全球總業績的 CV 3% 是會撥出來給所有我們的總裁級或以上去分取的咁好啦，呢、這個需要大家少少時間咧，大家去晉升，去努力晉升你嘅網店，成為總裁四星嘅級別。好啦，呢、這個唔使等噶啦，你完咗你會再一次多謝你嘅朋友，但係大家一定要快。轉頭嚟聽點解？呢、這個我哋叫做創始會員分紅嘅收入，公司將全球總業績 CV 嘅2% 撥出嚟。
每個禮拜都會攞2% 出嚟。咁而公司嘅業績係咪會越嚟越大㗎？而家我哋只係 baby 啫嘛。但係呢個係你終生都可以擁有嘅，只要你成為我哋嘅創始會員。咁點樣可以成為到創始會員呢？第一，你係可以搶購到我哋嘅創始會員嘅套裝，呢個第一件事。第二，頭先你記得咪保持活躍啊，即係你用完個產品好啦，每個月你咪買一件咯，自己用嘅啫，其實$100。好啦，然後你開始去發展啦。當你累積，你同咗5朋友分享，佢同你一樣，可能都係產品愛用者，或者係想發展呢門生意嘅話咧，恭喜你 ，OK 啦，你就符合條件可以去攞一份嘅分紅，喺呢個大餅裏面咧掹一份出嚟，一份幾多錢呢？唔多嘅嚇，因為我哋剛剛開始嘛，而家我第一次嘅分紅呢度一份咧就係4.27美金，第一個星期。咁4.27呢，如果你將佢乘四，一個月分四次嘛，就係大概$17到囉，係咪？$17，如果你將佢乘12一年嘅話呢，就係$200到囉，係咪？好啦，我想問大家一件事，如果今日你擺$2,000喺銀行，一年之後會發生咩事呀？受死？有咩利息啊？而家應該乜事都冇發生啊。OK， 但係如果今日我哋個創始會員嘅套裝咧係$2,000，$1,960。OK， 如果你投資$2,000今日落你自己健康身上嘅話，頭先我計用我第一個星期計啦，收入冇任何保證，但係用我第一個星期一開始嘅時候計咧係有$200，投資$2,000落自己健康。回報一年，如果$200幾多厘嘅呢度？10厘啊！你投資咩有10厘啊？但係大家唔好誤解嚇，我哋唔係銀行，亦都唔係咩投資嘅機構 ，no， 即係唔係話哇佢哋投資嚟攞咩？嗰次我朋友話：咦，佢做傳統生意啊，做好偉大啊！佢聽到幾好喎、啊、呢、這個，好啦、啊、咁啊，我投落去啦。喂，可以買2,000份嘅呢、這個咁，no， 一個人只係一個機會，一生人一次嘅啫。其實公司就係做咩？係佢多謝大家感謝喺咁前期嘅時候咧，大家已經哇好努力去付出去做啦。咁公司就預留咗呢一個2% 係終生啦，去俾所有嘅創始會員。點解我叫大家快呢？13、14號我哋啟動咗啦，6月啊，早幾天嘅時間嘅啫，剛剛啟動，而家咧熱烘烘啦已經，因為呢一個套裝係限量，賣曬就冇噶啦。所以我唔知幾時賣曬，可能今晚就賣完，可能聽日係賣完 ，I don't know， 但係賣完就冇噶啦。所以大家你了解完個商機，你覺得好嘅話，馬上決定加盟去搶購我哋嘅創始會員套裝。好啦，另外我哋仲有一啲嘅進級嘅獎金嘅，分別咧就係我哋有由$100嘅獎勵禮券啦，去到現金$250,000嘅美金係不等嘅。去到呢度，大家可能話：，我要啟動啦，點做啊？第一，你可以選擇咧，就係同坊間一樣嘅啫。啊，可能佢喺美國有 Costco 啊，係咪啊？喺我 Walmart 啊嗰啲咧，你就或者啲嘅零售店啊，你就俾個會員費啦，做咗會員，你全年你就會員價買嘢啊嘛。Same three 咧都係一樣噶，你可以俾$30嘅一個會員費啦，咁然後你可以一年無限次喺你自己嘅後台用會員價用批發價咧，你去買貨自己用噶啦。好啦，第二。今日全部都是这一类的，我相信都是经销商。你今日成为经销商的同样给$30就不是什么会员费了。你给这$30是会帮你做好一个专属你自己个人的网站，包括整个后台的系统的。而另外还有你整个网络的办公室帮你结算，另外有一个电子钱包是给你的。所有的獎金每個禮拜撥入你的電子錢包，你自己可以作轉帳的。$30已經是幫你做好整個後台的辦公室，換句話說，你即時打響鑼鼓，你間店正式開張了。好了，另外當你加盟了之後就選擇一個適合你自己的套裝，最重要的當然就是下面動一下動一下這個、這個 OK， Limit time and quantity only， 賣曬就沒有了，$1,960。在裏面呢，它包含了的就是它有3個月的自動訂貨。剛才我說保持活躍的，你買了這個套裝呢，你不需要3個月不需要再買東西，公司自動每個月打60分到你的
經營的戶口度，令到你的戶口保持活躍，保留你的分數，賺取所有的獎金。第二，頭先我咪 Happy Ten 啊嘛，係嘛 ？Happy Ten 你要做嘅，而家就買呢個套裝的話，頭嗰十二週咧係會送俾你的，你第一次產生到嗰個bingo 啊，嗰個碰角啊 cycle 啊，$35咧全部變$45。換句話講，你的收入馬上係會增加28%嘅。另外就是那個管理的獎金了，管理獎金你要按照你的網店的級別的，但是現在不需要了，頭那十二週不理你任何級別，頭那三層的管理獎呢你都即時可以賺取到的。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創始會員最大的優惠，最重要當然不是這些，這個是附加的啫，最重要是你終生都是 Three 公司的創始會員，這2%全程是為你準備好曬嘅，所以當你一攞嘅時候，業績大啦，後邊呢個獎金係收入啦，係非常之緊要嘅。好啦，另外呢個咧最後啦，就是我哋有一個一站式嘅商務嘅系統，第一個 3.earth 咧，呢個其實就係我哋嘅呢個係我哋嘅官方網站嚇，呢個冇電啦。官方網站啦，第二咧，全球信息嘅發布，咁包括埋嚟緊11月咧，我哋就出發去加勒比海啦。公司請人人都有份，當然你要做相當嘅業績啦。但係呢個係非常之簡單嘅，所有嘅公告全部冚唪唥喺曬裏面噶啦。咁而大家點解話叫你今日加盟呢？你今日加盟咗，對你去獲獎啊！11月個加勒比海嘅旅遊咧，係後面仲有一樣嘢咧，係對大家極大嘅幫助嘅。所以你加盟咗之後，問你嘅朋友 ，OK？ 好啦，另外第三咧就係我哋有個 social media 嚇，就係而家一般比較流行、多人用嘅 Instagram 啦、Facebook 啦、YouTube 啦同埋 TikTok 啦，即係抖音啊，喺裏邊都係我哋公司專屬嘅頻道嘅。咁就對喺推廣啊，或者俾你個朋友去了解、知道呢個生意嘅時候咧，增加嗰個嘅散播率嘅，好嘛？呢個咧就係 three 啦。好啦，另外咧，今天咧其實即係我專程就過到嚟吉隆坡啦。咁嚟緊仲有喺馬來西亞幾站咧，我都會過去嘅。